远处这个传送门有时候会欺骗你的眼睛，你相信吗？这是一个三角形的传送门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它不是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咱们调整一下角度看一下。凑近了一看，才发现原来它不是一个三角形，从这个角度看才是一个三角形。这是一个异形的传送门，它可能用居然可以传送进来。来到了下界，看看下界里面有什么，还有个海，下界居然有海，叫你看看，哇塞，里面居然还有这么多鱼，好像这是鲨鱼吧？你认为这个传送门在哪里？